不知道跑哪去了，这么大一个城市到哪找啊？快让开，快让开，让开！猪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好痛啊！刚刚是什么东西呀？刚才那不是纪小龙吗？啊，纪小龙！我有主意了。小龙的线路我全记录下来了，小鸡，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们！哇，小龙你太棒了，离第一名就只差一点点啦！那是，我可是朝着最佳送餐员的目标奋斗的，太有志气了！但是怎样才能成为最佳送餐员呢？除了业绩要拿第一，还一定要准时准点，送到的美食一定要完好无缺。你看看，就拿拉面来说吧，一定要在10分钟之内送达目的地，而且连一滴汤也不能洒出来。怎么样，不简单吧？哦，要求还挺高的呀。今天的任务可多了，青春的时间不能浪费，出发！小哥哥，纪小龙出发了。好，胖乎乎，那你赶紧下来。好的。嘿嘿，陷阱都做好了，就差小鸡了。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胖乎乎，快给我下来呀！不要打我！这个笨蛋！瘦哥哥，等等我！时间还来得及，只剩最后一碗拉面了。奇怪，这条巷子怎么被堵上了？咱们挡住了出路，这下他就是瓮中鸡了。哎呀！树哥哥，Thank you.
加油，时间还来得及。这次全靠你了，胖乎乎。不要，不要！别想偷懒，那我就来帮帮你吧。不要，不要啊！四大祖先保佑，四大祖先保佑！啊！好玩，真好玩！现在不是玩的时候，快去抓纪小龙！小高高，你在喊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别缠着我飞呀！啊，小高高，你到底在喊什么？再大声点！别过来，别过来呀！哎呀，别过来！鸡小龙，今天你的肉我吃定了！黄鼠狼。快追！时间快到了，我要快点，快点！站住！别跑！还跑？看我的！金小龙，不要跑，接招吧！嘿，这回金小龙一定完蛋啦！胖乎乎，等会儿啊，我的手上就会拿着梦寐以求的烤鸡了。哇，瘦高高，你太帅了！啊，炸弹！为什么？小鸡，别跑！啊，又来，真是阴魂不散呐！哦，什么声音？鸡小龙，看你怎么办！来追我呀，追我呀！哈哈，纪小龙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啊！胖乎乎，我们出绝招！啊，什么绝招啊？你笑什么呀？哎呦，老多钱呀！小龙，接招吧！气死了！打不到，打不到，跟我斗，没那么容易。哇，好险呐！纪小龙，你逃不了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小龙，你给我等着瞧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鸡呀？谁呀？你好，小小快餐店的拉面到了。哇！让您久等了。好快呀！您收好。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，小龙恭喜！哼，讨厌的瘦高高和胖乎乎，差点就害得我当不了最佳送餐员了。嗯，那两个家伙现在在哪呢？这个嘛。
树高高，我们要洗多少碗才能补偿小龙的自行车呀？我哪知道啊，你要洗到什么时候啊？嘿，洗盘子的，还有脏盘子。树高高，树高高，快快架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爱冒险的伙伴们来 happy， 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。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